中华绿德少棒队的小国手们由领队洪福源和经理焦长滚率领，昨天下午5点到凤鸣电台拜会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。凤鸣电台总经理袁凤举在致欢迎词的时候，对小将们为国争光的辛劳表示由衷的赞佩。袁总经理接着并颁赠了纪念品和奖学金给全体队职员和小国手们，小国手也以队旗一面回赠给袁总经理。他们将在明天中午北上参加体育节的表扬。